那头拄仔咱讲吼，即南投关于内乡吼，即个对流的影响，昨下晡毋那是落大阵的雷公雨，搁落即个平仔角，要挖100公顷的高丽菜，也是讲酸辣，甚至是白莲啊，全部拢受到损害。即种热天吼，有影是热甲走无路，尤其即台南呢，都是30冬来上热的所在，提醒大家一定爱注意加啉水，才袂变作是热伤害。日头赤炎炎，天气有够烧热，热到强要昏去。不过，就算顶尖下壁有缘爱做事。欸，这有风嘛是热呢吼。对啊，对啊。就算秘伫有暗的所在，人也是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天气才烧热。伫帽仔、穿长䊏的风暴日，嘛爱加啉水。面对高温，袂当无精神。在时啊，吼，加下晡时啊，伊就是爱做。有嗯，安尼吼，爱家己入啊，闪一下安尼无吼，伊安尼起来，当时啊，戆戆啊做，感觉会中暑安尼啊。台南市消防局统计，这一礼拜以来，因为伤害救护案件多达20件，病院嘛出现不少因为伤害身体无爽快的急诊病人。一个热痉挛，意思就是说，有病人的话，因为的话流汗过多，造成这个电解质的流失，那病人的肌肉会有点收缩的状况。那它大量流失这个水分之外的话呢，还造成这个循环非常的差，甚至是到一些血压下降的状况。另外，在东部建树的去年6月颁布高温户外作业热工的危害预防指引，高雄市热工局今年到达已经检查户外作业高温的危害预防，拢总264张厝，有5张厝违规。也台南今年是稽查112张厝，其中有60张厝违法，目前已经改善。违反的部分最主要还是在于未能够提供适当的休息场所的部分。热伤害依照严重程度，会当分作热酒精、热昏倒、热衰竭、甲掉痧。热衰竭主要是因为曝日了后，流伤济汗来脱水，要掉痧的人，除了体温超过40度，嘛会唔知影人血压伤过头低。若是发生严重的热衰竭甲掉痧，一定爱伫2点钟至3点钟来降温，而且就医，若无会提升死亡率。记者台南报道。